切，这是刀锋，来这样子切，你看妈妈切好不好？妈妈切，宝宝要不要切？宝宝要不要帮忙切？要不要切？不切了，妈妈切了好不好？妈妈帮你切。宝宝来，你要切这是什么？茄子，你要切茄子吗？好。好，来切茄子。来，这给你。茄子呢，用这个刀子切，宝宝。茄子比较小，用这个刀子切来。好。你要两个一起切，一个个切好不好？来，先切茄子，一手扶着茄子，一手切，一手扶着茄子，一手切。好，用这一面切。用这一面，用圆圆的这一面切来，这样切好。切，那里不能切，那里尖，要尖尖的那一面切。好，好棒，切，真棒。好，来，再来切。切的怎么样？切好了没？切好了。切好了，好，放盘子里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切香菇了，对不对？香菇要怎么切，宝宝？你要把香菇的伞跟梗把它摘开来，把两个分开来，分开来，对。好，先切，就只有叶子可以吃。好，切一切。棒，要分开。用力，用力。切好了。切好了。切好了，好来，那我们把它全部倒到锅子里面，好不好？还有豆豆，豆豆也剪上来。豆豆也放锅里。盘子里的饭菜也放到锅子里，盘子里的菜也要放到锅子里，宝宝，这些菜也放锅子里一起炒。不对，把盘子的菜放进来，我们要炒一炒了。来，把盘子的菜倒进来，盘子里的菜要倒进来啊，一起炒。对，香菇、萝卜这些一起倒进来，小心拿。来圈起来，好，来炒一炒，火打开了没有？火也打开了。火打开了吗？火打开了。好，是不是要一手扶着这个，一手扶着，一手炒？炒好了叫妈妈。炒好了吗？炒好了。炒好了，好，炒好了，把火关掉，放在那边，来，放在这里。好，先把火关掉。好，火关掉，好，放在旁边了。来，妈，宝宝，我们现在要来做包子皮，好不好？宝宝是不是最喜欢吃包子皮？是啊，是啊。那我们现在要擀包子皮。戴围围巾。啊？戴围围巾。什么？戴围围巾。什么叫戴围围巾？宝宝戴围围巾。围巾。哦，戴围裙啊！啊，我们戴围裙。嗯、对，煮饭要戴围裙。宝宝真棒！妈妈给你戴围裙。我是戴。
在这里。文学在哪阿姨？第二个抽屉。哇，你还真讲究。来，妈妈给你戴围巾。这是厨师才可以戴的围巾，宝宝是厨师是不是？来，这手放在外面，手放在外面，手放在外面，对。来，妈妈给你拉短一点。好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别动。妈妈给你围起来。妈妈要绑起来，再先给妈妈，先给妈妈，妈妈帮你绕一圈。妈妈，你从后面绕一圈，对，从后面绕一圈，好，从后面绕一圈，好。来，宝宝自己打蝴蝶结。妈妈给你拿擀面棍哈。擀面跟筷子还在吗？还是已经不见了？我不知道你放在哪儿，你是不是就丢掉了？没有，就在那儿。跟那儿。还有新的哈。好嘞，宝宝，蝴蝶结绑好了没有？绑好了。蝴蝶结绑好了，好。好，走吧，来。袖子卷起来是不是？袖子卷起来，还没有，要先搓一搓，还没有压，先搓一搓，搓一搓，这样子搓，前后搓，搓搓搓搓，好了，搓好了吧？好，搓好了以后呢，妈妈要先切，把它切成一块块的，好不好？切一块块，切一块块，切完一块块以后呢？我们来搓圆圆的，像这样放在这里，你用手这样搓圆圆，把它搓成圆圆一坨一坨的，来搓圆圆，你要这样画圆圈，它才会变成圆圆的。对，来这样子搓搓搓，哎，搓搓搓搓搓，画圆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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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搓成圆圆的，画圆圈，画圆圈，画圆圈，再画圆圈。哇，好棒哦！圆不圆？圆了，好棒！来，再搓一个，这个给妈妈吃的。好，来，再搓圆圆，那边搓，搓搓搓，搓搓搓，搓搓搓，搓圆圆。你要看着他搓啊，宝宝，看着他来，再来一遍，看着他这样搓，手指头要翘起来。就像你旋转，你身体旋转的时候，头不是要翘起来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手指头要翘起来，对，手指头要翘起来。只有用这里搓，不要搓到手指头。那么翘起来了吗？那么翘起来了吗？好棒，真棒！好棒！还有来，还有这个，来，宝宝还有一个，来，你搓这个，妈妈搓这个。对，你看妈妈的手翘起来有没有？然后只有用这里搓，用手掌搓，搓搓搓搓面团儿，宝宝搓面团儿，搓搓搓搓搓，你看变得好圆了。再搓，搓搓搓，来你搓这个，再搓，搓一搓。我搓搓好。搓搓好圆啦，搓好以后怎么办？搓好以后要滚一滚，擀一擀，宝宝像这样，妈妈教你擀，你看，宝宝你看哦，还这样压，对不对？